还是要康体队九号李章怡来发球。
站起来，给大家稍微是。
这次来频道三位是三位的美妆带来时尚高度及突破对方的良网，继续由刘正义八号吴静平来发球。这次来频道
次来陪到小位置，好，一个人再来让他位置不算人员往前面。接下来由七号火运足发球。
来，再次快攻！中华运队三位子女士快攻，得分十六。
站起来，三位置，他的
Thank you.
감사합니다.